利未记十九章第一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你受以色列人完全被中说，你们要洁净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，是洁净的。三，你们各人都当孝敬父母，也守我的安息日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。四，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，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。你们先平安之给耶和华的时候，要先得渴慕日纳。六，这次没有在先的那一天和第二天，若要先到第三天的，就必用火焚烧。七，第三天若在七，这就未可证的，必要蒙日纳。八，凡七的必担当他的罪孽，因为他亵渎了耶和华的圣物，那年必从民中剪除。九，差你们的妻小各庄稼，不可割千田角，也不可收拾所遗落的。十，不可摘抢葡萄人的果子，也不可拾取葡萄人所丢的果子，要留给穷人和饥饿的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。十二，你们不可偷盗，不可欺骗，也不可彼此说谎。十二，不可指错我的名去假使亵渎你上帝的名，我是耶和华。十三，不可欺压的你的邻舍，也不可抢夺他的财物。故工人的工价，不过差你那里国家留到做啥做钱。十四，不过咒骂聋子，也不过将斑脚石放在瞎子的面前，只有敬畏你上帝，我是耶和华。十五，你们是行审判，不过行不义，不过骗富穷人，也不过看中有私利的人，只有按照公义审判你的邻舍。十六，不可差民众往来搬弄是非，也不可以连沙为铁之至于是铁，我是耶和华。十七，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，总要指责你的连沙，免得因他担罪。十八，不可剥削，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居民，却有爱言而己，我是耶和华。十九，你们要笑我的利益，不可教你的圣畜和衣畜配合，不可用样样齐集的种你的铁，也不可用样样齐集的料做衣服，穿在身上。并去披了二十二时，二十并去披了长裤，还没有披束的时候，释放人要以他行言，你人要受刑罚，却不把他欺世，因为并还没有得欺了。二十日，那人要把属神之超气一直公民扬尘到闭幕门口耶和华面前，只是要用属神之的扬在耶和华面前属他所犯的罪，他的罪就必蒙赦免。二十三，你们到迦南地寨中各样结果子的数目，就有二所结的果子，如每个每个里的一种。三人之交，你们要以这个这些果子，如每下数个里的，是不可吃的。二十四，但提示人所结的果子要全为善，用于赞美耶和华。二十五，听人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，后叫树给你们结果子，跟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。二十六，你们不可带石太石的物，不可用法术，也不可赶走。二十七，跳的祖辈不可踢，腐蚀的祖辈也不可损坏。二十八，不可被世人用刀把线，也不可在线上刺花纹，我是耶和华。二十九，不可辱骂你女儿，使她被娼妓，恐怕天上的人进行淫乱，就满了大恶。三十，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，见我的圣所，我是耶和华。三十一，不可偏向那些高贵的，和行魔术的，不可撬门他们，以致被他们玷污了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。三十二，在拍发人的面前，你要站起来，要
อย่าอ้อยเกียจุนกินเหล่านี้อย่าอ้อยกินวินีติดซองที่งอให้ยาป่อฝาซ้ำๆอย่าอยู่งอหินใช้นี่เหมือนแก้จุงฝอนี่ถุงกีคือพวกก็ขี่บูทา34ฝอนี่มันถุงกีที่งอหินนี่มันยาค้อนทาอยู่ปุ่นที่หินยิ่งย่องพินเชียจะอ้อยทาอยู่กี่ยินมีนี่มันใช้ไอคลิปที่เจ้าก็กี่กี่ติดงอให้ยาป่อฝานี่มันที่ซองที่30นี่มันเสียงสิมพันพวกก็ห่างปุ่นนี้ใช้ฉะชินสินเต้าห้องอย่าให้ยีชี36ยาวยุ่งกุ้งท่อเทียนผินกุ้งท่อฝับมากุ้งท่อสินเต้ากุ้งท่อชินงอให้ยาฝ่อฝานี่เหมือนซองที่เฉินป้านี่เหมือนจะไอคลิปที่ดังชุดเลย37นี่เหมือนยาวกุนซิมจุนหางอดิเช็ดลีเลเตียนจงงอซียาฝ่อฝาเอ้ย